实际上有两句话的话，他们就给他们那个话，一般需要说他不是马的，也就是说他们两个人可以，你只要一直做，应该是不错的。所以在这方面是一个专业，你这边的技术啥，就是有一点那个吧，你这家里什么这家的，把你们手机给他收起来了，好不容易弄了点钱过来，啊，你们老主任多少，现在又多少，买一个多少，他去，他多少，他去跑哪里去？现在不是就是那么回事。